您家的房子有这三气啊，必有好运。那么到底是哪三气呢？你认真看完对照一下。如果说您家有一气呢，肯定会获得好的运气。如果说三气都有的话，那你们家以后肯定会福慧双收了，子孙兴旺，好运连连。您先点个赞，收藏起来，我接着给你唠哈。第一呢，房子不管大小，人越多越好，这叫人气。过去老人常说啊，要养房子，其实养的就是人气。要知道，只有人气旺了，这家才能旺吗？第二呢，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要有商量，这叫和气。老祖宗讲得好啊，和气生财。简单的说呢，一个家里边呢有和气，才能够幸福平安。第三，也是最主要的一条，千万不要长期在外边吃饭，或者是点外卖，要经常在家里做饭做菜。在家里吃饭呢，这叫烟火气。看完的朋友们对照一下，看看你家有几气呢？